这附近似乎藏有物品。 将成为胜利之基石。 Thank you.
真是精彩，如此就夺回白马了。云长，恰逢初春，正乃是以远行之时。岩金之地，据传有人建议青龙，从天而降，求于凡人之身。 莫非兄长身在彼处？不妨亲自前往此传门提及之地，一探究竟。按将军的吩咐，将马救你的马，先来了。没想到是赤兔，居然还活着。此骏马能日行千里，但是非常人可驾驭。 在下多虑了，真不愧是关将军。吾送云长出行，特此预备一份薄礼，感激不尽，明公大恩，他日必报。听闻岩津已沦为妖魔巢穴。 可否前往助云长一臂之力？这。
玉德，你还活着？你这叛徒背叛誓言！还寻找大哥之师，投靠曹操。等等，玉德，关某已知晓兄长之所在。少在那里给俺胡说八道了！关某句句属实，对此青龙偃月刀发誓。都说到这地步，俺也只能信了。究竟在哪里啊？依曹司空所言，兄长就在这燕京。他的话真叫人不可信，那如今也只能相信他了。